因为他今天第一次直播，就是很重要的。然后我今天是开在晚上。天啊！我现在看起来超狼狈的。没有怎么啊？没有怎么啊？就是我只想知道我的电脑应该是没电，而且我现在有手机，我用手机播音乐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李梦纯竟然拿我的手机乱留言，到底怎样？超好笑！他拿我跟李采洁的手机，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。主晚上好，晚安，晚安大家，晚安嘉言，晚安米酒，晚安三七八，晚安怀怀，晚安两光，晚安露露米，晚安奇月，晚安文森，下面的玫瑰。我现在应该是看起来就像刚练完舞，超好笑。谢谢，还是有点肿，真的吗？对，而且还有点淤青。我再换网络。我觉得我重开一次好了，因为我不知道他讲会不会不稳。吕飞轩晚安，就他有啊，就他有点小淤青了啦。我现在这里很重，等一下我觉得我在今天真的可以跟大家来聊拔智齿的心得吗？想法。很可爱，谢谢。不过比上对比上小很多。接着谢谢日方的星之冠，我超喜欢星之冠的呢。鱼尾狮晚安，晚上好啊粉粉。Jack 晚安。还会痛吗？其实跳舞的时候有时候太用力的跳会痛，一开始然后它就超肿，然后我可以给你们看我那天超肿的照片。我那天跟阿潘跳完舞，然后我就超肿，真的很疯狂。等一下过记录，我要给那个，这是我昨天的时候还前天，就是第三天吧，还是很重。然后，那我看一下其他天，就是好重哦，好重哦，好重哦，好重哦。孩子不行吗？这是第二天 ，day two， 超重，像唐朝人对不对？重到很夸张哎。这也很重啊，这是。就是我跟那个阿帆跳完舞，可是跳舞那天其实很开心，但是我那天就是长这样，就是我跳完舞后的隔天我真的长这样。而且那天其实晚上更肿，晚上大概是那天我传给谁啊，张雨玲的照片了，我说我传给他，就我长这样，没有连戴口罩都知道我超肿，就我一边脸完全是歪的，这样就很唐朝人，唐朝人不是脸很大吗？就很好笑这样。还有什么？看还有什么可以给大家看的东西？这是我跟，这是什么？我跟，什么？这我跟李采洁一起回家的时候拍的吧。还有什么东西？这是我不知道，我很喜欢拍意义不明照片传给我的朋友，就是有这我坐过坐吧，就是那个捷运坐过站，然后我就拍给我朋友说，哦，我坐过站，取决机。
唐朝人吧，真的很夸张那种哎、欸，就很肿啊，夸张。好，智齿照大方送完，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拔智齿的过程，这样。哦，真的很肿啊，而且我本来今天早上还有一点淤青。他现在是这边肿，那我现在都有那个下巴，就是，而且跳舞的时候真的是震动哎、欸，就是 Oh my God， 就是因为下，我看看，6月19号是迷你孔嘛，然后我们最近也是很拼命在练习，然后也是一跳，然后就是前几天真的是一跳，然后就是还好我有吃止痛药，不然我真的是。会疯掉，或者是忘记带止痛药，那我就是快发疯。但是现在我已经就是不用吃药，我也是，我现在吃消炎，就是不用吃药，我也不太会痛，可能是因为就是已经差不多了吧。这好像是第五天，所以其实一个礼拜就差不多可以消了。问一个问题，肿成这样是不是很？没有，其实我平常就很会流口水，因为我去看牙医的时候，然后我的医生还跟我说：“你怎么那么会流口水？”我说：“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就整体脸型应该变尖，这边变尖吗？啊，我这边还没白、欸，你知道下次就会变我这边。”医生说：“没有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怎么会流口水。”医生会呛，不是呛我，他就跟我说：“哎、欸，你真的很会流口水。”我说：“啊，我就不知道体质问题吧，难怪你需要成人签吧。”我今天就是因为我很喜欢乱，就是靠着别人这样，就是有事没事就这样靠一下之类的。然后今天他还在跟我说：“你真的很爱到处靠来靠去。”对，我就是非常喜欢靠在别人身上的人。零口水决心，因为科技水很会流。对啊，再拔就影响，所以我不会再拔，就是我会痛死哎、欸，不要，真会发疯痛。GG， 希望伤口可以赶快好。对啊，我也希望伤口可以赶快好，就是好了就不会有一种这里肿在这里的感觉。Piano 加演，加演晚安。感觉 Bad Again， 对啊，等一边好了再考虑另外一边吧。这个礼拜，我这里下礼拜本来是要去拆线。然后加拔牙，但是我觉得我下礼拜应该只会拆线，就不会拔牙了，因为接下来很多活动啊 ，mini 孔啊，对啊，所以可能就没有办法再去拔。如果真的要拔，可能要到不知道下次有空是什么时候，但是其实我很想要赶快拔完。对啊 ，mini 孔跟握手会那么近。就是，对，困扰，要握手会，对啊，总不能握手会，然后总能这样去见你们吧？不要，我才不要，才不会让你们看到我肿肿的样子，而且这样我讲话也会痛，好吗？所以我不会，最近呢，但其实我很想要赶快矫正完，不是，我想要赶快戴牙套，就是要拔完智齿才戴牙套。文森晚安。然后我现在这里很想抓痒，我就要这样。然后我卸妆的时候还要这样，就是很抚摸。然后我这边都是这样，哦，然后我这边这样，我这样，我在涂那个化妆水的时候都这样，我这边就是这样，然后用那个，然后我这边就这样，我很小心这样，好像在保护什么很重要的东西一样。
然后我跟你们说，那天其实去拔的时候我超紧张，然后我一直骚扰我身边的各种朋友。你们可以问其他成员，我那个拔就是拔牙，不拔牙齿那天超紧张，我一直乱传东西给就是我身边的朋友，他们都是被我骚扰，不是骚扰啦，就是他们一直看到我传一些奇怪的东西，就是传给他们这样，然后。对，反正那天很紧张，然后我到牙医，结果发现前面的人还没有拔完，那我就在那里等超久，你知道那个等待真的是非常的就是令人心慌吗？其实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在等待的时候，就像是你在玩自由落体的时候，最可怕的就是你要上去，然后还没有掉下来，就等那个瞬间，就停在上面，然后等它掉下来那个瞬间，真的是很可怕。然后我坐在那，我想说什么时候换我，什么时候换我呢？我就越想越紧张。我想说为什么不给我一个痛快？对啊，然后到后来就是我开始这样想的时候才真的换我，然后我开始坐上去那个躺，就是接下来要开始讲拔牙的过程，我就躺在那个。拔牙那个牙科的那个床上，床吗？就是躺在那个，对，我不知道那叫什么啦，椅子吗？那是椅子吗？就是躺椅，好像。对，然后我躺在上面，就他对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麻醉。然后说真的，我觉得在躺就是。整个过程中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打麻醉，然后其他都不可怕，就是也不会痛，真的打麻醉是最痛的，打麻醉真的超就是在那过程中真的超痛，但拔牙完全不会痛，因为你已经打麻醉了，所以就不会有任何的就是任何的感觉。我还没有模仿 Mina 的句子，想换一首歌，好，然后真的拔完才痛，对，就是我那天真的不会痛。我有没有第一天的感觉就是打麻醉？哦，打麻醉其实蛮痛，可是我那天因为我打麻醉的地方其实不会到真的很痛，就是它也不是什么，我觉得打麻醉就像打针一样，就真的像打针，只是它插比较久。就是可能比打针再痛一点点，就打针像被蚊子叮，那就是有感觉的被蚊子叮，但是不会让我觉得哦好痛的那种感觉，可能只有0.5一秒的那个瞬间会觉得哦好痛，然后到后面就是觉得还好。然后接下来就开始拔牙嘛，然后我跟你们说我完全就是不敢看医生拿了什么东西，我觉得那医生也拔就是蛮专业的，就是。真的就是不会让你觉得很可怕，但是或是很痛，或是真的不好。他还问我说有没有觉得很痛，就是要跟我说。在他把上面就是拔完要拔下面，他就说啊有没有觉得很痛，然后他就我就说有点痛，他就说那他还帮我多打麻醉，谢谢日风送我的香槟，还有喝牛奶。然后就是。打麻醉，我觉得麻醉真的是最痛，但是对我来说，我觉得就是还好，就是像被蚊子叮，然后再痛一点点这样。可能每个人打麻醉的地方不一样吧。我听阿潘说，他之前打麻醉的地方很痛，所以他很怕拔牙。但我个人是觉得还好，就是我那天拔的时候，可能他打的地方都不会那么痛。然后接下来就是拔牙，然后我真的不敢看他对我嘴巴做什么，所以我就是全程带着我的 AirPod， 然后又闭眼睛，然后就这样听歌，然后张开嘴巴。而且你知道在等麻醉那个过程中，我真的超像，就是有点像那种，就是因为我嘴巴不能动，我这样。是让我变得很像中年，就是有点痴呆一样的人。我可以给你们看我那天拍的一个影片，超好笑。等一下，
找给你们看，真的甜。然后我嘴巴就整这样，然后就拍了一个现实动态，我自己存起来。我本来想说我想发账号给你们看，但是我后来就是拍完之后就觉得好像有点丑，所以我就不想给你们，就是不想发在现实动态上，我怕有人退追我，所以直播上给你们看。我那天拍了就是我超好笑，然后我脸就真的一直都长那样，我就表情完全不能动，然后就这样，我就这样，哈哈哈哈，那你看着，我觉得超好笑。你太好笑了，真的很丑，所以我不想在现实动态发，我就给就是爱我的粉丝们看就好。哪有，就会退追，我跟你说，不要，超丑，而且我那天更没化妆，就没化什么妆。有来有化妆，只是我没有画眼线。我觉得没画眼线，对啊，那看起来就像没化妆了，应该是没化妆。人家都别人在后置你，自己后置自己。发抖音不要，你没画根本没差，好不好？有差，我给你们看，我那天在等待的时候，那我就很紧张。我又拍了很多照片，我又拍这张照片，这样，还有这张，还有这张，然后我那天就是看了这张照片，然后我就想说，要是能当一根无忧无虑的香蕉就好了，超好笑！我那天拍了很多东西，我拍很多自己的照片，就是用打开 Snow 这样，然后就一直狂拍，因为我真的超紧张，我就拍很多照片。笑死，妹妹有啊我吗？老实说，我觉得真的不是化太浓妆，真的吗？那我觉得就是不知道，可能每个人审美观不一样吧。我也觉得我自己不太适合化太浓的妆，但是我蛮喜欢我现在这样子的眼线的，就是该怎么说？我觉得浓也要浓对地方。我觉得我的眼线，其实我觉得我加眼线之后差蛮多，就是加眼线比较好看，自己觉得啦。只是香蕉无忧无虑，还能拍一堆照片，啊，就很紧张，我拍超多照片，我还拍这张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哦，我一定要记录下来，就是我拔智齿前就是长怎样，我拍这张，我在那乱用那个。然后我还看面面直播，然后我还截图，哎，超好笑！你看我看面面直播，我那天就是麻药，那我在这个过程中，那我就这样，然后听面面直播。你看我还截图有人送他礼物，笑死，超好笑。然后最后我拔完牙，然后我还拍给我朋友，就说哎呀我拔完咯，然后一个赞，我就跟他说我跟他们说真的不会痛啦，然后我就拍这个赞给他，就是我隔天真的痛死。我在那边唱歌，我听一下我唱什么，哈哈哈哈，超好笑，超好笑。我跟你们听我那天拔智齿的唱歌，哎，我还讲唱歌还漏风，听一下，那我应该开始的清醒交谈沦为平淡荒原日传，等不到你的晚安，全都与我无
超好笑。我本来其实我真的超想发就是现实动态给大家看，但是我每次都是就是我想发，然后后来存起来就哦，有点太不 OK， 所以我就存起来当我的日常生活记录。但是真的就蛮好笑的，很好笑啊。歌手唱歌，我看一下我还拍什么。那我没有拍什么，就是看一下还有什么。没有什么，就好像也没有关于智齿的东西。哦，这个啦，等等哦，哎不行，这太丑了，这我那个。哦，还有我用，就很常用 Snow 拍一些无聊影片，就是你们懂的。这个吧，这是我在消肿。超肿对不对？超肿，真的肿到就是不行这样。这什么？这我传给李采洁的影片。超肿，受不了。现在蛮肿，有吗？我自己觉得还好啊。看外拍，哦，这张超夸张，这个是刚练习外拍的照片，这超夸张的哎，这超夸张的 ，Oh my god， 这个也是刚练习完，肿到不行，哦。因为眼睛很，因为我的眼妆就是有点夸张糊，练习完，真的超肿，你知道我练习完真的肿到不行吗？救命！这很夸张哎，好来给你们看，反正就是像对，就是练习完就很肿哎，超肿的，我觉得直接变唐朝人呢。谢谢切尔东星之冠，我怎么拍一些无聊的照片或影片，然后自己存起来，然后我也没有给别人看，超好笑。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，就是我喜欢自己，就是存起来，就是以后知道我自己在干嘛这样。还有我还拍什么智障的东西，好像就没有哎。然后这个是。在牙医前的挣扎，然后我就一个人看着手机这样，嗯，我一定要拔牙吗？然后这样子，然后拍了这张照片，然后意义不明，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要拍这干嘛，哈哈，蛮好笑的啊。今天我夜市风，哎，我真的觉得这个超好笑。真的觉得超好笑，啊，超好笑！超好笑，这是真的，我可以看很多次，所以我喜欢自己看自己搞笑。还有那个开始的清醒交谈，沦为平淡，谎言日传，等不到你的晚安，全都真的很好笑哎，不懂拍在里面干嘛。然后这是那天跟阿帆出去拍，很正常人的脸颊就是长这样，然后这个是拔智齿的脸颊。有啊，就是我跟他分享那个失妆滤镜，因为我觉得失妆滤镜实在是太好笑。好笑过头。噔噔噔
然后张若琳还传给我那个唐朝人的照片，然后跟我说他们那唐朝人的影片，他说他滑 YouTube， 等滑滑一滑，突然滑到我，就是有人在 cosplay 我，那我就什么东西，我觉得超有趣。那我播歌，没有很坏啦，我觉得蛮有趣的，我也会自己。其实那个唐朝人梗是从我自己先来的，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。You know nothing can break me down， 超好听。你穿多了不热吗？穿太多，我今天没有穿很多，我今天穿蛮少的。谢谢家嫂 love， 可可呢？我想要家嫂就会想到可可，这是我的 switch。我今天没有，我已经两天没有进入那个服装店，我很想买衣服呢，但我都没有买衣服，很想买衣服，真的，把它收起来。没有什么好跟大家分享的东西，这是最近的动。没有什么好跟大家分享的东西，这是最近的动物生活。没有什么好跟大家分享的东西，这是最近的动物生活。我最近来到一个倦怠期，就是不知道做什么。都不玩。站的照片嘛，就是我那天心情很开心。卡卡的，咚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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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跳针跳针跳针，叫我姐姐。家人晚安。的命约定，我跟你们说，我第一天的时候，然后我那天很开心，然后我想说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痛，我就跟理财姐跟柏林跟一堆人说不会痛啊，结果隔天我真的是发疯的痛，真的很痛，而且还要上学，然后就是 Oh my God，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，就是想拔智齿的各位，千万不要就是相信我说的不会痛的这句话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立 flag 啊，我不知道后面会很痛。然后咪咪还跟我说，就是他其实第一天看到我说我不会痛的时候。所以我有跟他说我绝不会痛，然后他就说，他要说我那天就是想说你真的很傻，就是你一定是就是麻药还没退，就隔天我真的痛死。今天晚上睡着有吃药就睡着，就是止痛药就还好，但是有时候的痛是，例如说练舞的时候的痛真的是。就是没有办法承受住，就例如那天跟阿帆去拍那影片超痛，但后面我其实已经快要没有感觉，但是我就是很肿啊，然后感觉到自己在就是在那个水深火热，不是火热，就是在烧，但是那天就是他不是有很多跳动作吗，然后就是 Oh my God， 就是超痛。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那个影片哦。我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好了，等阿潘有念，让我来看看大家留了什么。
什么 Hello 主播蔡雅恩。好了，我看看。那我们来看看，我来回一下影片的留言。有讲到我的留言，我就回一下。哦，痛！回一下影片的留言。有讲到我的留言，我就回一下。哦，痛！有时候还是会突然痛。其实很多哎，我知道，但是没关系。226，我不知道要回到什么。太多了吧，你知道我最后真的是超厌食，就是我拍到最后已经什么时候结束，然后到最后就是拍完之后阿潘在那边耶飞，我最后面的终于，然后那时候我脸颊真的是痛到一个不行，所以我直接在旁边就坐着这样休息。啊，阿潘前面阿潘都留过了，反正就是我发现有点过多，没关系。但我看到有什么很好笑的留言。看一下哦。而且我跟你们说，后面的路人真的是超傻眼的。还有一个是我们跳到一半，然后他就直接从后面然后坐着。他直接伸到我后面，他直接走到我后面都坐着，到底是怎样？我觉得超好笑的，到底是怎样？我觉得超好笑的，对吧？其实我觉得那张照片是我今年，就我觉得我拍过最好看的，因为我那个发型是 Mikon 的时候限定，你帮我编的头发，超可爱。来看一下留言哈，这就可以看，因为就是刚刚真的太多了。比较成熟有气质感觉，谢谢耀多。我也觉得我放头发的时候其实比较成熟，然后我绑头发的时候就还蛮像小朋友，可是我长得就比较小朋友。我本来也算是小朋友啦，就是我觉得17岁，可17岁其实有点像就是少女的感觉，也没有到真的是小朋友的。可爱哟，超可爱，真的超可爱，真的超可爱，谢谢大家，超可爱。虽然没有办法到 Minicon 看到，还是要称赞超可爱的，谢谢。然后你就是喜欢就好。还有爸爸，虽然爸爸今天没有来，但是谢谢爸爸，很好看。然后还有旅馆留言说，哎呀好可爱哟，谢谢旅馆。成熟，对啊，其实大家都说这样的我比较成熟。阿顺说，就是我很成熟。今天好像有气质绑，对，绑起来我就感觉比较活泼，然后放头发就是不讲话，就是气质。谢谢默默心心相印，觉得新的发型不错，更成熟，更有气质了。耶、yeah, ，本来就很好看了，加这个发型完全让我忽略身高不足的问题。Hello， 米酒是在 Hello。觉得新发型很好看，谢谢阿基拉。谢谢两光小 C， 谢谢。对啊，大家都说一开始还找不到你，看到是放法追星整个惊艳，另一种美。其实我那天出去的时候，然后我就想说会不会有人一开始就不知道我是谁，因为初日最一开始不是要演戏嘛，然后我就想说会不会有人看到那个影子，就想说啊，杰星今天是不是不表演了，怎么没有出来，结果亮灯就发现是我，然后那个鞠躬，放下头发的发型很好看啊，平常直播放下来觉得气质不一样。但其实我觉得讲话就破功，笑死，全员惊艳，很想抓痒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有点痒这样，还蛮好看的，谢谢。太可惜没看到米手手，真的太可惜了，因为这个是会员场限定，但是没办法，这反应不能随便说，笑死了。哦，好痛，但我想抓痒呢。我在右侧一开始找不到捷星，没事啦，我就那天放头发，太可爱了，谢谢。像公主一样高贵吧，捷星可爱，谢谢日风，喜欢，谢谢九蛋。
贴在冰敷，没有，我现在是要热敷了，很好看，跟平常不一样，发型好看，很好看，超级超级好看，谢谢大家 ，TTP 的小飞鸟，不敢当，虽然飞鸟是我偶像，好可爱啊，谢谢，超级可爱，超喜欢的，晨晨那天看我现实动态，他都说今天的发型好看耶，可爱，耶噜噜，好看，好久没看到柯基，想听柯基这趟的365，希望接下来还有机会，好看。杰心有气质又超可爱的，谢谢。杰心有气质又超可爱的，谢谢。杰心有气质又超可爱的，谢谢。头发放起来超好看，大家都在说对这个发型超惊艳的。放下头发，杰心成熟中有一丝的可爱。谢谢大家，我很开心呢。杰心在看留言中，黄素加速杰心超棒，谢谢他哥，真的很开心。我也想学会，赶快学会编法。头发有点，不是痛啊，就是有肿鼓的感觉，其实还好。好了，卡卡肿，好了，卡卡肿，好了，卡卡肿。但其实我现在这边牙齿用力，就是已经不会痛。不然我原本都是用这半边在吃东西，然后成人就问我说：“你这样不会半边变瘦，然后半边就……”这样晚安，好，大家晚安安。为什么要突然说这句话？我今天脑袋有点宕机，因为真的练习练到蛮晚，就是 Daisy 的大家都很努力的想要把表演做得更好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。多多支持我们，谢谢切动真情告白。哦，我按到升级嘞，那个 iCloud 我要把它关掉，好烦哦，每次出现。嗯，对啊，今天练到超晚的，今天练到，对，就是很晚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期待6月19号的 mini con。Love boy， 谢谢米酒的巨蟹宝宝。约定，很期待6月19号那天又能看到你们。对啊，感觉这个月会见你们。这个月会见你们两次吧，是两次吗？是两次吗？我记错吗？还是一次？还是只有迷宫？哎，我有点宕机，因为我现在脑袋真的无法运转。等下现在是，对对对，我说对对，啊。天啊，我现在是真的宕机状态。Google 晚安。但我觉得就是这样练习完还可以跟大家聊聊天，蛮开心的。只是现在脑袋真的有点就是卡。呜，割头发。就是那个停止运转，停止运转。第一次对你雨中相见。迷空间我走了2天，可以算三次。嗯，这又会见3天呢。爸，爸，是什么原因让我一直错过了你？小蛋晚安，耶！看有没有人，没有新的留言了。Christy。好，没有新的留言了。好了，谢谢大家。我以后会常放头发的。等一下我在讲什么？为什么话题又回到这個？其实我原本今天是要讲拔智齿，但我觉得该跟大家分享完就分享完，就是那些吧。有啊，我有念桃花哥的留言。带来我的情，我的意。
的每一天也搞得到的我对你的疯狂眼，只要写首歌去告诉你我爱你，不用担心我会各方三分保持距离，才不会 P1K 晚安，天空灰晚安。我这首歌真的很可爱耶，其实我之前常会想一件事情，就是感觉唱歌活过来，对吧？其实我之前现在要开始聊心事时间嘛。其实我之前常会想，前一阵子吧，我常会想一些事情，一件事情，就是有时候就是粉丝对偶像的爱可能都非常非常不一样吧，就是有些人可能是把自己的偶像就是当成女儿，把她当成长的感觉，或是有些也会有所谓的卡奇可以，就是把偶像当成就是女朋友，或然后有些人也是把粉偶像当成那种最好的朋友的感觉，就是在身边支持你。但我就是我一开始会很在意，就是大家是不是因为就是可能不是，就是可能不是真的喜欢我，就是可能看我是就我以前会一直想说，就是大家是不是就是把我当那种小妹妹的感觉，然后就是看着我，就是哦慢慢长大，然后就哦好欣慰，就是不是真的虽然我真的不太知道就是喜欢的偶像是什么感觉，但是我有时候会觉得就是可能大家就是把我当妹妹，当然这也没有不好，但是其实我那时候就是对，但是我就我那时候会纠结这些奇怪的问题，但我现在就觉得喜欢的定义好像就是我觉得我不用特别在意这个，就是喜欢偶像就是把他当自己的精神支柱，就是想把他就把他当成让自己可以前进的动力吧。我在讲什么？但其实我想表达的是，就是我以前常会就是觉得很疑问，就是粉丝对偶像的喜欢，就是究竟是就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？因为其实有很多的名词去定义每个人的喜欢，然后有时候就会想说，就是哦，我可能要做到，就是他就是做到粉丝希望就是喜欢我的那个样子的我，然后就是朝那个方向努力，就是可能我有时候也会，就之前会想说会不会哪一天就是我真的变得就是很好，就像那种很完美，但我觉得不可能会到那种地步，但是如果哪一天真的做到那种地步之后，就是大家会不会觉得就是哦就是我已经找不到那种新鲜的感觉了，就是有些人不是会该怎么说，就是会喜欢看那种从最一开始然后很不好，然后慢慢的这样成长成长成长，或者说我以前都会想这些问题。建议跟支持的方式很因人而异吧。然后我现在就是每个人对偶像的喜欢都不一样啊，然后我现在就是会就不太会去纠结这个问题，我现在觉得做自己就好了不需要一定要不一样啊，你一直都是这样的，反正就是喜欢我的人，就是因为之前就是也不是说之前，就是我觉得身边的人就是多多少都会来来去去，然后有些人可能突然就是不是那么喜欢你，然后你就会想说为什么会变这样，然后我就会开始陷入这个问题，然后一直想就是这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，或是我做了什么改，就是我有什么不一样的吗，就是然后我会想这些事情，但我后来想想就是做自己就好了，而且这样你们喜欢的也是最真实的我。
因为付出喜欢的同时压抑了恋爱的成分。什么啦？哦，好，我懂了，我懂你说的。至少我们都很喜欢你。对，我就觉得继续做自己就好。我以前有一阵子会为了想要，就是可爱的都会比较受欢迎，但我觉得这是事实。但我觉得我没有到行为做得很可爱，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，就是很女子力的那种感觉吧。然后我以前会很想要变成那样子的人，但是到后面我就觉得做自己就好了，接受滴滴但内心仍希望能属于自己，把我们当作隐形人，带你飞高高，飞高高。对啊，我后来就是也不是释怀，就是想通，就是每个人喜欢的类型都不一样的，就是不用成为自己心目中希望的那个人，或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讲，对，反正就是做自己就好了。我到现在还是，其实我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把这个问题就是做一个很完整的定义，但是我大概快要想通了。都会吧，但如果变成这样，你真的会开心吗？嗯，做想做的事情，变喜欢的模样啊，这是365的歌词哎，这是好，继续唱着我们的，哈哈哈，这个也算吗？米娜就开始吐槽我，就说林天星怎么最近你怎么一直穿切达气质？因为 Daisy 开始练习的时候，这是第一个夏天。第一个跟 Daisy 一起练习的夏天呢，我就开始狂穿切达气质。我觉得需要时间。就继续穿着我们。这太久没穿矿力，不行啦！矿力 T 是冬天的，有啦，蓝色那也是矿力 T。但我其实没有很常穿那件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每次大家就说你怎么每次都在接来解释啊？杰星，我需要热量啊！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就蛮庆幸，就是大家可以听我讲这些事情。我有种跟大家一起长，就是成长的感觉吧。我说心想法上。切达奇斯 T 很好法上，切达奇斯 T 很好法上，切达奇斯 T 很好啊 ，T 很好法上，切达奇斯 T 很好啊 ，T 很好啊，有点想买同款。科科跟家嫂也算，演艺中很努力很认真才会吸引更多粉丝支持。我会继续做我自己，还有做我自己该做的事情。然后我想先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我有出 cover 的顺序，但是那个顺序会稍微小改一下。我们之前不是有投票投出 Crush On 跟。我之前不是有投票，就是决定 cover 的歌。变出 crush on， 所以下礼拜二我就会上片了，可以请大家多多支持一下。一开始是 I don't give， 现在换成下一个，然后 crush on 变第一个，就是中间出了一些差错，这样阴错阳差就变成 crush on 先。所以我很对不起，就是投票大家，就想在直播的时候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下礼拜二会上片，然后就大家可期待一下。今天明天下礼拜二，耶耶！
而且我觉得，就是我最近觉得，就是最近开始研究很多 cover。第三名是默默，谢谢默默。第二名是切东，谢谢切东。第一名是日风，谢谢日风。Yeah， 开心。看我，特别想看我。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。开始没有，我一直都有注意，而且我原本的排版就是很安全的排版，知道吗？我觉得排版是算安全，就是留白边这样子。而且我有时候出 cover 影片，就是会在白边上写字，所以看起来就有点不整齐。对，就是白边的那种排版。大家好期待周二的 cover 吧。那我应该要，就是我等一下还要去练舞。大家晚安，我先去洗个澡吧。我想先让我的脸消肿，用热水这样冲冲。好，大家拜拜，巴布。